哎呀，我教你们啊，来，我教你们怎么站。好，好，试试看啊。来，试试看。来，加强手啊，手不能沾里头，沾里头往里再放。好，立起来，立起来，立起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好，快一点，快点，甩一下子，甩，甩，甩，对。就是要让它一甩有平的感觉，有平的感觉，它一会儿它就落下来。拖啊拖啊拖啊拖！哎呦呦呦，甩！哎，你这甩的好。是吧？因为我们击剑有个动作叫甩剑，就是这样，可以这样就甩下来。弄个糖葫芦把击剑的动作都用上了，那你是够敬业的。我甩一个啊！好，好，快撤！哎。这怎么样？可以可以可以。看大哥，我这个可能不好甩，因为这跟炸弹似的。哇，躲开！炸弹甩起来了。我觉得这个肯定好吃。这个哈。这个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再甩点，我们应该也尝一个吧？我觉得。我甩过这个，这是糖葫芦的，这真正的叫糖葫芦。对，山楂的。山楂的哈。对。来甩了，来，怎么能甩这个？我给那个蔡老师做一个冰糖葫芦加橘子棒。我看着好好吃啊！哎呦，拿走这个，把这个拿走是吧？拿走，甩！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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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拿走，拿走那个，拿走，好，好，拿走呀呀！嘿，甩，嘿，甩哪儿？甩哪儿？甩的是空地儿啊！你还甩哪儿啊？你放，这叫放还甩？要甩，你听大哥的。对呀，我甩，我说往哪儿甩？你来来，这个体验一下。好，要甩，甩怎么甩？甩，拿过去，拽，拽到这个上面，拽。哎，你是太做作了，你这太专业了。他这还专业啊，这很专业了，是吧？啊。